永驻你吧。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 eWorker 到顶家，我是黎华。台湾人情味无时无刻是最美风景，但还是有很多人想帮助弱势，但不知道该如何做。桃园有一名菜贩把大家的爱心汇集起来送给有需要的人，哪怕只是捐一把青菜，他也会把民众的爱心送到弱势的手上。就这样从他自己做起，到周边摊贩，甚至整个市场，也有上班族也会加入他们的行列。每周送一车物资，持续20年，真的很不简单，也因此被誉为南版的陈树菊阿妈。一台啦，一台，那安尼嘛，好啦好啦，好袂安尼有够啊，哎，好安尼吼，好，拍下帮我啊。无啦，恁你都同我讲，我都无要啊。安尼71啦。好，过了。有够有够咩？有够。谢谢谢谢。蔡天贵在桃园市的例行市场和姐姐一起摆摊卖菜，大家都叫他阿和。他延续母亲在市场的工作，民国69年就开始卖菜，已经30多年。一开始还自己种木耳与香菇，尤其菇类种的小有规模。有时气候适宜，袖珍菇一天就可以采收好几千斤。但早期没有大型冷藏柜，一两天后卖相不佳就难以贩售。避免浪费食物，他把袖珍菇送给了教养院，也种下了日后他行善的种子。哎，啊，送到尾的时阵，人人都会讨来讲，你迄种物件都有哦，无迄种物件也有，都甚至会用的都载一寡来。得知对方有食材需求，他没有多想，每天卖不完的青菜就送往教养院和孤儿院。后来因为父母亲生病，免费送菜多了一个动机。一个叔叔啊，就老阿公讲啊，像这种情形哦，无来试看卖啦，哦，试一个月啊，两个月看卖吼，看有安尼，你啊去做一寡善事吼，来算讲，给爸爸妈妈呢，给迄个爸爸妈妈吼，身体较早健康的安尼。孝顺的阿和更勤于免费送菜，甚至找朋友一起加入。师姐告诉他，做2个月的善事，他一做20多年，从教养院送到独居老人，再到原住民。每当他的货车挂上这块牌子，市场的摊贩、附近的邻居就会主动把物资搬上车。才上午10点多，菜市场都还没收摊，已经有不少人把东西放上货车，猪肉、排骨、鸡肉还有蔬菜。这一天还是台风天，菜贩卖菜都来不及了，还是有人一箱箱一篓篓的捐，有苦瓜、大陆妹还有小黄瓜。而市场内阿和的摊位也同样收到了不少食物。这个怎么了？哦，这把多少呢？先生，你帮我问一下，忘记来啦，不用啦，不用。好啦，安全帽脱落来者，安全帽脱落来者，我们为了不散低调就是。不要紧啦，啊，先大美啦。年轻人做善事不简单，做人谦虚，为善不欲人知，更是令人敬佩。他做少年啦，怎样讲免费来做善事吼？哎，因个要送因家人送每个拢。真有心嘛呢！伊也卖鸡，啊都卖肉，啊伊吼算讲啊拜师来讲吼，伊都拢会送鸡啦。这鸡吼，伫那里只有诶一百块送哦，几啊十只吼，啊都有这排骨啦。这吼，咱啊人来买来讲，即马一只拢爱300-400块。爱啊，一定爱啊，意向啊。啊！人伊甘的人哦，伊安尼伊就是甘，唔甘哦，人趁真有钱啦，唔甘付出啦。人伊来，咱啊讲是安怎呢？啊，艰苦人政府的钱，根本哦，政府吼，你要摕伊的钱，你头爱好跌，
就头爱有白白啊，硬硬硬硬啦，都倒有发的啦。哦，啊，所以你若讲普通哦，这边缘连接哦，讲政府一定无啊，不予你无法度的话。需要帮忙的人不少，菜市场的大哥大姐们都力挺到底，不再只是捐出卖不完的剩菜，而是特地预留新鲜货捐出去。伊龙沙湾还有蛤蟆，每摆拢有。他都在帮别人啦，对他很热心。所以要跟他一起啊！这无好个人啦，我这就是讲，比如讲，咱这礼拜，我都给另外一个单位，啊，另外一礼拜啊，给另外一个，送爱照分的安尼。大姐送蛤蜊，一送也一二十年了，让菜色丰富不乏味。而要维持食物多样化，满足每个受赠单位的需求，还得仰赖另一位大姐，她是阿和重要的操盘手。我只要我欠啥，知影只做一项无够的，我来。来讲，他就会想办法出来了。因为我小时候受到邻居社会的帮助，我就想说，我有机会我要回馈社会。那也有蔡老板，我们常有做一点点小事情。你是以强而有力的后盾吗？没有没有，微薄之力是要靠蔡老板。来，我摸。团结力量大，操盘手大姐找来桃园知名的肉粽店老板娘，让捐赠食物烹调起来可以更美味。对啦，放肉粽吼，啊炒嘛，迄炒落来剩下的我用不完剩下的吼，啊摕过来吃啦。以前我拢摕去卖啦。算我个案的，啊因为我摕去好吃，伊比较的较方便啦。伊有算我说沙拉油一罐啊较侪钱，啊这好伊吃吼，变讲啊伊都唔免买啊。啊！伊这吼咸鲜有无？好来，好来，好，好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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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安尼，等下就可以去去载。对，对，对，720，这是善心人士捐的啊。点收捐赠米同时，又有人送洋葱过来，赶紧再挪出一些空间来。小姐，啊，对。好，是这样。一个转身，回头关心白米卸货情况，真的分身乏术。哎呀，来了，你今晚煮完蛋水以后，好，好，是这样。在米的货车刚离开，又有一辆摩托车送物资来，阿和连忙上前去帮忙，连喝口水的时间都没有。你搬一箱，我搬一箱，大箱的你搬，小箱的我搬，听到。这份工作不仅要有十足的耐力，还要有超人的体力。不过阿和倒是越忙越开心，做我吼心情真好，还袂忝。这位老兄卖南北杂货，送来米粉和冬粉，有时还会送小鱼干，每周会自己变换菜色。我这老兄真有心，每下摆拢有送，哎，啊，送我伊个物件哦，多元化，就是什么物件拢有。也有大姐很贴心，听说缺少盐巴，特地买了一大袋盐来。哎，大家一起做爱心啊！有的原住民哈，家里面人去了哈，吃官干什么他都有做，做的很多了。信任阿和，认同他的想法，他们就这样跟着阿和做好事，都已经一二十年了。现在不仅市场摊贩，连上班族也送来物资，共享盛举。算我大大去开讲安尼啊才有法度认真了解讲哦，啊，原来伊就是迄某某公司上班哦，啊，算讲买下来哦，伊都啊都有召集因连周遭的朋友哦。物资齐全，帮助的对象就更多，部分教养院会主动到市场来领取物资。来，我看看爱啥代志，替代你看。啊，当还是要咸啊？那个我拿一半。好啊，咱无加迄两只，好你好无？好啊，好啊。好。好，安尼。固定每两个礼拜来领取物资，分量也不多，因为这所旗帜教养院只收容20多人，但就因为规模小、补助少，经营格外辛苦。阿和伸出援手帮忙已经10多年了。我们机构是一个小型机构了，财务上会比较困难，所以我们非常需要外界的帮忙。那也有蔡先生这样热心的帮助我们，所以我们医院里面也获得到很大的温暖。
除了小型机构，阿和也为专门照顾老人家的华山基金会解忧。因为桃园复兴乡地处偏远，比较没有财团赞助，物资尤其缺乏，特地来载白米和干粮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好，谢谢，谢谢，好，再见，好的，谢谢啊，谢谢。一天就有四个社福慈善团体自己开车来载物资，阿和帮他们打点好一切。已经下午一点多，市场几乎已经全部收摊熄灯，大家都回家休息了。不过阿和还没吃饭，也不能休息，正在分配下午要送出去的物资。哎呀，安尼等下到我家，安尼载会落无啊？啊，也无载会落无。每当要去送物资，儿子会开车来帮忙载送，也会抢先跳上货车帮忙叠货，分担父亲的工作。好好好，放了。这东西，对吧？来，等下头，来，我去加很多来提，好。哎，你个几多包了？摊位熄灯打烊了，但阿和还是不得休息，分送物资才正要开始。通常一天得跑七八个点，第一站来到巴德关怀低收入户。是要放置这边还是放那边？24680，哇，好，好了，安内，安内，我能20包400斤呐。因为我有70几户，但是我会筛选，我把那个比较需要人、孩子比较多的，或是说家庭有老灰阿郎啊，我们都会多给他一些东西的。不敢多停留，得赶路往下一站，因为等待物资的人老早就守在路口了。哎。老兄啊，来来来，嗯，你要吃青菜嘛？哈，对，好，青菜好哩。阿和也把馒头、豆制品塞给他，但还没停手，一直在思考还有什么东西能够给他。那干脆我拿一只鸡给你好了，我的鸡好像飞了，鸡不会会飞啊？啊。好，谢谢谢谢，哎，记好了，好，好，好，嗯，这里好，好，谢谢，哎，这里哦。在工厂上班，伤了右手，丢了工作，现在还是无法使力，根本拿不起重物，想把收到的物资打包提上摩托车都感觉很吃力。但他要养三个小孩，他的那个孩子好像比较小，啊，那太太又不在了，啊，那现在就是他。还有那个跟那个小小的孩子，这样。哎，他手也不方便。哎，他的手这样是不能工作的。没工作，房子又是租的，生活困苦。阿和特别照顾他，而在门禁森严的围墙内，也有一群人特别令他挂心。不管是青菜还是排骨，整箱整篓的搬下车，数量相对多很多，还生怕漏了什么，左翻右翻，确定该给的都拿下来了。哦，七大哥多谢你哦，今日个来我送菜来，红太天呢。你看红太天哦，做还袂流汗不？啊，个感恩感恩，即马菜贵闪闪呢。红太天看到你足温暖。多谢你，多谢你，多谢你。这里收容了75位智能障碍的大朋友，一日三餐，膳食费很可观。所幸阿和送来物资，纾解教养院的经济压力，而且已经持续送菜20年。教养院非常感谢阿和，默默的做，不求回报，
全心全意奉献自己。那其实在他身上面我们也学到，就是说对人的一个诚恳，还有他那种奉献。他从来，我从来没有听过喊他说一句累，因为我每次想说他半夜就要起来做生意，那可是他要帮我们这些社福团体送菜，其实忙到四五点才会去休息。那我想说这不是一般人所愿意的。阿和的毅力令人印象深刻，影响力也慢慢传开。大溪成立了关怀站，对象除了低收入户、独居老人，还有原住民。整车的物资将近一半都留给这里了，因为有45户要分送。这里菜，来，哎呦，这里哦，真是呀、啊，哎，那个，哎呦，鸡卵好多，好安尼，安尼拄好，我的两箱拄好。机车材料行老板原本就投身慈善工作，现在又担起关怀站的统筹分配，利用骑楼空间把鸡肉、排骨、青菜分类摆整齐，再分装到小袋子里。志工10多个人分工细腻有效率，有人分配青菜，有人分装馒头，尤其是排骨和鸡肉都掺着血水，志工一点也不害怕，动作利落，赶紧分成小包装。所有物资都要分成45等份，就算米分成小袋装，也一包一包称重，尽量做到公平，没有分别心。天气热，还有善心人士很贴心的送上仙草，志工也不怕麻烦，很有耐心的切成小等份，平均分配。鸡蛋也是一盒盒的分装。我曾经有一个国中毕业学生写明信片，他家里不是很富有，就是。我有甲帮忙啊呢，爱写一个讲叔叔，我很感恩你这样。啊，讲这个不是叔叔啊，是大家共同来的啦。啊，互人有一个敢那讲，会当家庭减轻这个负担来，啊，就较会当专心去伊的学业啦，啥物事。无有的人即摆家庭趁无好食的，要读册啦，要注册拢无啥。啊，你阮这无算啥啦，算讲一出啦尔啦。减轻大人的经济负担，又能让小孩专心读书，这是所有人最希望看到的。也因此，这群志工越做越起劲。伊拢是想着讲，予人会当去减轻讲家庭的负担。伊做的确实是，予我的感受要对伊安尼做吼，实在是万分之一不及啦，正经有影。桃园市区有不少下山的原住民，因为适应不良，生活面临困境。阿和也会特别关心他们。哎，阿伯，来，好，我等下就提物件来给你。好。好。哎，那么多。哎，没有关系呀，慢慢的吃啦。啊，我提不动了啊。好，来来来，我拿去了，我拿去了。哎。好，大家好啊！感恩感恩。王小姐工作时不慎跌下来摔伤，长期卧床无法工作，阿和常会来帮她加油打气。因为他是看我残障，没有能力工作，才帮助我这样子的。而且我一个月才4700，生活费根本就不够啊！有时候我都会跟蔡老板借1000块去看病，这样。阿和心肠软，更忠于所托，帮他购买洗发精、沐浴乳，少了洗衣粉又马上自掏腰包，希望能够让他放宽心，减轻病痛之苦。好，阿婆在这呢，阿婆。关怀原住民家庭是今天的最后一站，也已经5点了。工作超过12个小时，终于可以回家喘一口气了。但这回家的路曾让他彷徨，因为忙了一整天，赚不到3000块，很难面对太太。因为我拢送菜去我家，啊，伊知影我的送菜，啊，都无钱，就是讲，哎呀，啊，无你2000、3000借的，啊，这个借，这个借。一个也借3000块，十个都30000块去。我就讲你爱欢喜做来甘愿收啊！你外口做的工课做忝，你别再回来跟我抱怨呐。太太是阿和最有力的后盾。种芽菜初期，夫妻俩一起研究，现在农场都由太太负责管理，一手撑起家中经济，也让先生的慈善之路无后顾之忧。但人总是有情绪，曾经做到没动力想放弃。他也是有灰心过一次啊，他也是不想做了。
安尼啊，啊，就是阮妈妈甲鼓励啦，叫伊讲爱搁做啦，他不能不要做了。因为我有阿讲啊，我讲哎呦，天，迄个阿婆啊，迄安尼晒啊，带遐放，迄大便小便拢会遐迄款的。安尼，我因咧房间，我唔敢入去。阮阿母头啊讲哦，啊，如果啊我会搭恁爸，你会惊未？我讲未啊，你是我的阿母哦，啊，阿爸是安怎我会惊？伊讲对啊，啊都是安尼。呾想讲哦，天下的查某囡仔都是你的老母，啊，查甫。就是算讲你的老爸啊，你吼，你有这种头脑，有这种观念，你去遐想，你就袂讲感觉讲迄阿婆啊，迄大便小便遐放哦，垃圾。母亲的一席话，犹如打了一支强心针，让她行善之路越走越踏实。太太也一路支持，是她最好的倾听者。提到话题去讲，这我等你几波你也袂，你即马才提来，老人家他以为是他公务人员。是管政府提来好食，唔是讲咱个私人机构提去好食的。啊，伊转来咪抱怨讲，到底我做完的是对啊唔对？耐住性子，不忘初衷，很快的又回到坚持的道路上，学会释怀，放过自己，还能鼓励后辈。自贡啊，讲啊，因迄个阿叔阿婆呀，但拄啊迄号哦吼，阿伯咱唔免来送啊。迄吼讲话根本都无理。啊，我来讲，因为这吼，我做久来哦，我听惯习啊，因为这无啥嘛。帮助人还要受气，这还不是最委屈的。市场有摊贩质疑他和社福机构勾结，才会做得那么认真。伊讲啊，无一定有公家，啊无你，咱大家做啊十二点，咱大家收收了，咪要等下休困啊。啊，为什么你安尼？啊，搁一个钟啊，四五点咪得啊等。曾经也有人不相信他，悄悄地跟在他车后头，想看看整车的善心物资都送去哪里。啊，我唔知啊，伊会遐后边，伊会算讲倒滚钟啊嘞。哦，啊都唔知啊。哦，得得使得使，说使啊遐，因为我迄个会落完哦，哎呦，算讲七八站，八站啊拢落好。阿姨到外来，阿达达嘛。一路从桃园跟到了新店，确定阿和把整车物资都送给了慈善机构，才告诉他有300多盒中秋月饼要托他分送。啊，那这个人再回再归来，那到底是有提放假无？哦，就当然这是平常时啊，咱人的心理啊。善心被质疑，阿和并没有生气，还特意空出一天专程陪他，按照当天的路线再走一次，把月饼一盒盒送出去。迄晚呢，阿妈来讲，哦，迄阿婆啊，你怎么有啊？哦，百毒不侵呢，刀枪不入啊。我讲爱啦，爱安尼啊，爱学啦。对哦，迄个是讲别人无法度忍的，咱有法度忍的。能沉得住气，因为清楚自己的目标，自然不受外力影响，继续达标。我在哪里也送啊，我有法度帮助一个，都是算一个啦。帮助人的出发点很简单，就只是想减轻贫困者的买菜负担。单纯想法引发共鸣，原本分送物资两个礼拜才送一次，捐赠食物越来越多，变成每个礼拜都送。小小的动力成就伟大事业。20多年来，免费送菜救助过的慈善社福单位超过22个，不仅适时温暖了被关怀者的心，也丰富了关怀者的生命。多帮别人想一点，烦恼自己的时间呢会少一些，快乐就多一点。我们稍后就来看这对夫妻做料理前也都会为别人多想一点。我宁愿让它贵一点，让消费者吃到好一点的东西。那我们对自己也好，对消费者也好，对小农也好，总要有几个笨蛋，一个负责种，一个负责做，一个另外一个负责去卖，这种才会有永续经营。